Huh? What? Kevin 还有 Half of the Beach Content 抵抗的答案是哪一个？有没有上课了？答案是哪一个？大康第一。卖三个。第十二条。Kevin 还有 Half of the Beach Content抵抗的还有康博弈的答案是哪一个？有没有上课了？他这边就是讲说似乎对不对？似乎答案是哪一个？大康第一。大家说吗？大可不必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发现我们的官网复印穿出来，等一下。好，那对不起。哎，喂，我。Ha ha ha ha!